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你尿过床吗？让我回家去帮我洗尿不就好了吗？不理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小石榴。因为短视频的兴起，有时候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被发到上面，就可能火遍全网。最近一个小朋友因为尿床被网友们编成了一首歌曲，最近一打 Q 手机全是这首歌曲，我听得都快被洗脑了。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听听吧。这首歌曲，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你尿过床吗？让我回家去帮我洗尿不就好了吗？不理你了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你尿过床吗？让我回家去帮我洗尿不就好了吗？不理你了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你尿过床吗？让我回家去帮我洗尿不就好了吗？不理你了。什么？我写的这首尿床歌居然有6000万的播放量啊，就连小朋友都受不了啦。拜托大家别再说我的尿床歌了。所以我又来了。拜托大家别再说我的尿床歌了，我下去给你大杯台词。怎么可能还尿床呢？你这些坏人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你尿过床吗？有没有很魔性，感觉听一遍就忘不掉了？我要想办法去将这首歌赶快忘掉了。不过你